我是感觉你的名声，想袂到真正能请到你替因当手术，我是感觉足意。也希望你当看到你伫因身躯顶创造一个奇迹。江总裁，我拄着过我的实验室啊，只是甲伊接触的哦，是我另外的一位 partner。 啊，即届拄仔好，我伫咧香港演讲，既然有即个机会，同我报答江总裁恩情，即逝我是一定爱过来。唔该，安怎？麻烦你啊。 你要创啥？作品。啊？小张，我的孙刷，甲你面的伤痕拄着。是安怎拄着？安尼毋是创着林子头？伊是凭啥物画着我这张遮尔水的面啊？歹势啦！啊，伊毋是超过你甲你反抗的，伊这人就安尼啊，想要啥就讲啥。不要紧啊，我会当理解。白小姐。 我对我每一届的手术，拢是要求完美。我希望我的作品袂当有任何一点卖缺点。而且，你敢真正想要一世人用这位小姐的面容活落去，做伊的替身，过伊的人生，承担伊所经历的因果债业？你敢有法度袂记你原本的家己？你敢会希望做回去你家己？张博士。 你讲到，袂输你有经过我煞落来爱面对的手术结果共款呢，所以我毋是你头一个作品。张博士，请你相信我，这是我的专业。我先甲你说明清楚，是惊你以后会后悔。我并无别的意思。歹势啦，啊，毋过我也无做过这种手术。 我当然嘛会惊啊，而且咱今日是头一次见面呢，我当然会有淡薄仔怀疑嘛。不过你讲到无唔对，我确实爱家己来想好清楚。我即马变做林子彤吼，只是计划一部分，等计划完成了，我嘛爱变倒来，我本来家己啊，我绝无爱只想做林子彤。你唔免怀疑我。 意外的技术，上济三天的恢复期，你就会当完全变做林子彤。确实够顺利。你再加问个啦，我拢亲身出马，那有可能有啥问题？你放心，两位手术拢真成功，小等就会当转去恢复室。多谢张博士，我先去医院等伊啦哈。小等一下，拄则我有交代伊和林源替伊阿哥林小姐也带当来底做过较济针灵剂。 不过，第时分困较久的，撇免因扛出个手骨疼，因我都承受啊。哦哦，阿仔，多谢张博士。是安那？是有啥物状况，我需要特别注意的。我毋是这个意思。赵强，即个虽然是咱头一次见面，不过我想要互你了解一下。其实这个手术，我会当叫我的助手来开。 我明天就麻烦亲亲陪去做。老张，张博士，你放心嘛，手术的钱哦，我绝对袂含扣的，看你选偌济，我一定互你满意。这毋是重点，我是希望会当甲你建立一寡关系。毕竟你是怀孕期，他的个性，刚总裁以后的事业嘛是交互你。我若要接班哦，阁需要一段时间，阮爸的身体还阁足健康的。 为滴即届手术，当作是咱两个交情的开始，以后一定有更加侪机会通见面。超强，后会有期。你竟然反背姜卡，反背阿姨，替陈文瑶咧背书，你头壳到底是啥？因为超越救文瑶的根基，我感情唔甘，而且我们开始对秦雄提怀疑，若是我的专业。 会当改拄我的意路，我甲超越斗相共，这敢毋是上野的代志？张博士，真是多谢你。我以我将军来的名声伫遮挂保证，拄则陈文瑶所讲的，拢是事实。我有亲身验尸过啊。
死者过见人，真正死因是因为急性心肌梗塞造成的猝死，不是脑部的创伤。这是我验尸报告。顶面，我甲验尸的过程，还阁发现真相，写了清清楚楚，嘛是因为这份报告，陈文尧才当交保出。我承认我有无正当的手段，我嘛甲检方一并说明过，报官。 我猜想我的报告，虽然讲我真正无法度理解，我是替家属找到死者真正的死因，你应该欢喜。先说电脑，伊真哩不完。不过，既然我的初心是找到真相，我就把我将军来的名誉拢全拨落去。张博士。 你做到真好，我是做啊，认为对的代志。这就是你报答蒋介方式，对吧？阿姨，我就是讲，特别委婉是希望咱要行正道。这，也是你对蒋介发展的唔忘感谢，也是讲，为着布娘车湾会当有两套标准。你，你什么东西？ 这个人都系狗心，敢不是嘞？敢不是讲好啊？咱坐钢架船，命运相北兄弟，是去见到一个华人来伤害亲人的感情。以后我是不能自由的。张君南，真正我太失望了。你搁笑会出来哦？你为着要替我救文瑶，冒险。 去验尸，查到真正的死因，是毋讲你安尼做会影响到你的名声。尤总裁甲强总的，马上是你的亲人，即马就等于是你甲亲人在做对头。拄则尤总裁甲强总的安尼一比你，你敢袂感觉真委屈、真艰苦啊？我知影，我是咧做正确的代志。 安尼做才袂违背当初我学医的初心，甲原则。这才是重点，我想要维护啦。你讲的敢是真实？你无骗我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不管安怎讲，我也是哦，无其生计的王牌一姓。若是无我，那有法度照着我来资金实验室嘛，无可能顺利发展落去。 所以，不管阮阿姨啊对我有偌侪不满，伊哦，唔敢对我安怎，一点仔北啊，我也是有啦。